4月1号，黄子韬在电视剧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中游泳全程抬头没有碰水的片段引发网友的爆笑。有人翻出此前的采访片段，涛涛果断地在眼线和发型中选择了发型，还笑称这张脸就靠一个头发支撑。现在我们有个快问快答，眼线和发型。发型啊，发型都不好看，你要眼线有什么用？这张脸就靠一个头发支撑，头发都不好看，要眼线干什么？哈哈哈，无理滔滔，好搞笑一男的，但单手抱女主还是男友力 max 啦。更有粉丝把黄子韬的头发劈掉，硬核辟谣，滔滔的颜值不用靠发型。芒果捞新闻，我们滔滔不用看发型也依旧帅气，报道。